我原以为会是一场圆满的婚姻，可是结果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他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我，一点小事就小题大做。当初我不顾父母的反对也要和他在一起，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和我的家人放在心上。我们刚结婚才一年多一点就开始分房睡了，这样下去对彼此都是折磨，不如离婚算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杨先生24岁，来自四川，服务员；吴女士23岁，来自重庆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、啊。结婚一年，对，新婚燕尔啊。小片最后说已经分房是吧？对，现在已经分房睡了。啊，谁提出来的呀？啊，我提出来的。为啥呀？因为他自己做的那些事情，不得不让我分房睡。啊，他做过一些什么事儿呢？你自己问他呀。对，你做过一些什么事儿？我自己问来。啊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。他不知道，你看，要不然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没事，要不然您给说一下，好不好？他不愿意说，他抵赖。他在酒吧里面上班嘛，然后他异性朋友不是很多吗？他就天天跟别人聊天。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是不是跟别人聊天啊？我是跟人家聊天的，但是我没有经常跟人家聊天呢，因为这是工作需求，结婚之后压力都很大，都是靠我一个人来支持的，他们都是我的顾客，如果说我不跟他们聊的话，他们怎么会来酒吧消费？你每家一个人都说是你的顾客，你有那么多顾客吗？做销售人员的加很多顾客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那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啊。那我怎么没把你放在心上呢？说说他怎么没把你放在心上。他每天除了上班都是出去混酒。出去混酒，这个混酒就是喝酒的意思是吗？对啊。你这个职业你写的是服务员，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因为我们酒吧是这样子的性质，服务员他也带有销售性质的。哦，就是您是在酒吧里工作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晚上上班。对。哦，所以您指他除了上班就是混酒，指的是干嘛呢？就是跟他那些朋友出去喝酒嘛，有时候都是夜不归宿的。我怎么又夜不归宿了？我每天下班我没按时回家吗？你没有夜不归宿吗？下班我没按时回家吗？反正我是不知道你干嘛去了。就像有一次你生病一样，你跟我打了那么多电话，因为我是在上班，手机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的，完全没有听到。但是你后面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跟我的微信全部拉黑呀？难道你就不知道抽个上厕所或者是吃饭的时间给我回个电话吗？我都说了，我的手机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的，而且那天又很忙，领导根本不会让你去看他手机看。你明明知道我生病了，你回来都不关心我一下，就知道对我大吼大叫的。你看嘛，总是为了这件小事，他就跟我莫名其妙的跟我吵跟我闹。那还有一次，当我去洗澡去的时候，你拿我手机跟我朋友和同事他们发信息，你发完信息也就算了嘛，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删除了呢？我不把他们删除了，难道你还要跟他们继续聊下去吗？我都说了，这些都是我酒吧里面的顾客，你把他们删了，以后他们怎么来找我消费啊？你手机上异性朋友那么多，每天上班的时候这里加一个异性朋友，然后那里加一个异性朋友，我就是要把他们删了。等于你把他的手机通讯录删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全删了。女的删了的，给他留了几个男的。哦，你看嘛，留了几个男的，他总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。